各位同仁请就座开会，向大会报告，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，第一节请许议员、昆员质询，时间45分钟，议员请。啊，咱大家够早吼。来。来，咱第一个题目吼，就是讲今仔日的成绩啊，压迫昨日的成绩了哈。即咱的图书馆啊，我看到咱这图书馆这新馆啊，会当讲做了这国际水准的了哈。那这点我伫遮甲你市长学了了哈。市长，你要给我看，你要给我看，风度较的哈。还未开始的，你就安尼。哦，啊，看这个图书馆，我一想到讲四五十年前，市长我煞讲一下故事给你听。四五十年前的单局，在咱台北金华街的图书馆，应该是伫遐做顾问了吼。啊！我听讲，伫遐人诶，也真好，讲做事也足认真，啊，足得长官会疼痛啊！啊，伫遮各长官足疼痛诶当中，买手煞比别讲石头路咯，啊，是安奈雄雄总啊比别石头路，我听讲啦吼。啊，讲是因为较早微观时代啊，啊，咱的市长啊，咱陈局讲含党外人士，讲惊作笑话。伫一个长官看中，啊，佮做事认真的主因啊，煞因为微观时代啊，含党外人士。怕较少我，总啊一个讲足简单的理由，讲你个车整理了未整齐，啊总啊甲你洗头咯。啊，即摆你啊，归于咱高雄市个大家长啊，今仔个单局，含长个单局，已经距离差18000公里啊。啊，我看到即块。黄世福啦吼，一个足单纯，摆路边摊为着要生活的面包师，啊拄啊伫咱美术馆摆路边摊，啊拄啊拄到咱的陈前总统啊陈水扁总统，拄啊围啊过，啊这個、黄世福。以我想的，应该毋是有歹意啦，因为政治明星嘛。以及如果若是你单局市长，你走路位啊过，伊凡是嘛好奇甲翕相，安尼较有啥物毋对？啊，代志从啊母啊遐尔啊大，地动山摇，我听讲。包括啊，客政处啊，包括卫生局啊，拢伊个找麻烦，要扣税金啊，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敢着爱安尼？敢必须要着爱做到安尼？比较，若要比较黄世武的案例，啊，台湾省有偌济？即个临时摊贩，过60000单，啊，一个小可代志，足平常的代志，啊，着一定爱安尼，一定爱甲母安尼，啊，我看即个黄世福，伊的处境拄含古早时代，
你单大市长，我看要讲啊要讲。啊，市长，你即摆贵为人讲的讲，全台湾省2300万人口，我看你的身份甲地位，你可能差蚯蚓人尔，差蔡英文尔。像你我看全台湾省讲的，你就上有分量的。啊，足济代志你嘛足离谱。市长啊，这个、你唔知捌人捌？这个、孙建平你唔知捌人捌吼？这个就是人权协会理事长，啊，就是气爆受灾户，老百姓所拜托的律师，当当气爆所有遐受灾户，委托这个孙建平律师，讲起你市长公馆。去市长公馆要定情，你不但无出来甲接定情书，为着一个安尼，立即进行国赔协议，你无要出来接定情书，伊就逐日都一个尔。去市长公馆对面，像我呢，安尼有啥物犯法？安尼竟然，咱另外分局长为着这个孙建平，伫你市长公馆对面安尼徛，安尼甲抓落台，啊！你含古早的时代，诶，围观有啥物无同？啊，陈大市长，我看你是比皇帝佫较威权的。为着这个孙建平，伫你市长公馆气爆受灾哦，讲要定情，啊你唔甲接袂要紧，伊家己一个连发动啊一个都无，啊就是伊市长公馆对面。家己一个伫遐徛，徛到每日下早的六点，伊个囡仔读册当载囡仔，为着安尼尔，另外分局长落台，啊，市民朋友，这就是恁遮敬重的单局市长，这有阿爸无？啊？反破圈团体靠手铐，有啦有效啦，互你哈一个即马抗议的怎啊无去？啊，你含戒严时代，佮有啥物无共？今仔个单局，啊，北庄个单局。这有啥无共？也无宣化，也无阻碍人啥，靠手靠上法呢？啊是怎样？有伊惊着？啊，这市民朋友，这就是咱的人权市长，啊！一生讲民主倒数，为着人权自由咧奋斗的单局，啊，结果即摆你咧主政啊，换你用威权时代的手段来对付你即摆的市民，啊，所以今仔标题，今日成绩压迫昨日的成绩。你来看，有遐严重吗？
啊，有这严重吗？啊，感觉是人类的耻辱，鼓励人民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利，是行使人类良心的行为，绝对不是暴力。这嘛，陈大市长，你伫1980年啊，伫甘肃，迄阵有可能是讲，这唔知要出来，会当出来，袂当出来。毛迄阵你想，这是你的遗言呐、啊。你到这里开始啊，会当安尼？啊，即马反倒转来，换你贵高雄市的大家长。啊！换你用同款的手段来对付你的人民，啊！伟大的市长呢？来，这个问题我请教市长了吼。那个市长啊，这会当讲这三四个月上热门的话题啦。啊，市长你答复一下吼，你唔知都安尼议论纷纷啊，拢讲你要两年半就要上行政院啊，你会去哩未？你简单答复嘞。请市长回答。多谢议长啊，多谢柯议员，多谢你的指教。我唔知啊，我无这个消息。哦，无啦，你有无就好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啊，你都简单甲互市民。咱的百姓有知的权利嘛，吼，无这个规划就对了，吼，哦，好了。台湾的妈祖婆，世界的观世音，吼，来要行了。高雄市长陈菊到场祝贺致辞，佛光人的努力已经获得世界肯定。星云大师礼尚往来回赞陈菊，不只是台湾的妈祖婆，更是世界的观世音。陈菊也封神，这些话果菜市场反猜圈户听得好刺耳。这样呢，等于是侮辱叫亲民啦。高雄市府强拆果菜市场引爆警民冲突，遭到质疑是大埔案翻版，七八十岁老人家伤心过度病倒，但陈菊却被星云称赞是世界的观世音。政大教授徐世荣也看不下去，在脸书po文，有星云的加持，看来佛光山的许多违建都不会被拆了。强拆人民的土地，安尼敢是足慈悲？连得到高奖，啊！甲你市长俄罗讲你是台湾的妈祖婆，啊！世界观世音，啊！佛家四字真言呐，吼，讲普度众生，这佛家的四字真言呐，吼，啊！你都已经啊熟。啊，生神啊，得道啊，吼！啊，我请教咱妈祖婆了，吼。咱目前要改善咱台湾目前的困境，上紧的四字真言是啥？市长，你要答复一下无？歹势，我是普通的人，我唔是神。所以我唔知啊。哦，你唔通变面呢？你变面是风度无好呢？伊风度是无好呢？人都甲你封神得道啊啊！佮得道高僧甲你封的，四字真言，对台湾目前这个困境，上紧佮上好用的。叫做九二共识啊！恁这主政者啊，人民支持恁，当日当选，
就在想说后世你要怎样吗？难道你真的都不知道四二九二共识对台湾的经济帮助有多大？啊，讲较紧的，九二共识嘛，毋是恁发明的。九二共识以其现状，对台湾的百姓有啥物唔好？恁这主政者明知知影这上紧的，阁会当让台湾的百姓关公宅？安尼恁偏偏唔？九二共识敢真正有遐歹？恁每一个人拢足清楚，当未上位，就咧烦恼讲四东啊，唔知会连任未？这九二共识唔通讲，看这台独的票，较未走去。现有的政策恁甲放弃，啊，甘愿来摸日本的大腿，叫人日本啊叫阿爸，啊，即卖日本人，较阁换要叫中国大陆叫阿爸，啊，咱原地和中国大陆平起平坐。称兄道弟，经济大家稳定，安尼唔好。安尼偏偏，就甲母和中国大陆大家关系遮尔啊恶化，啊，卡来摸日本的大腿，叫人日本啊阿爸，啊，即摆反倒转来换日本人，卡要摸中国大陆的大腿。啊，咱都啊像迄伫北界安尼，啥个拢毋是，里外不是人。啊，毋说我那叫中国大陆叫阿公，朱正杰，敢有一个啊？有一个咧想着这百姓，啊，敢真正无影足艰苦，一间一间倒。百姓要甲贵口无白，连要趁食嘛无。六合夜市，迄我的管区啦，我的选举区啦。当中国大陆这游客入来六合市也是啊，啊，我一个好时段，叫做进书啊。伫六合市啊。伊一担灌囝一担，拄啊两担讲咧卖牛轧糖。伫庙拄着我欢喜啊，讲议员，伊嘛一暝拢收五六万，卖五六万六七万，打卖一个牛奶糖啊卖六七万五六万。啊，即嘛中国大陆游客无去啊，我听讲六合市啊拢十一点、十点半、十一点就准备要收档。就开始准备要收摊，啊，百姓苦哈哈，所以今米行阿爸，规个想到就是为百姓落地啊哦，即前无半步，拼经济连一步都无，规日都啊甲你。把你创这个名册，你我开。啊，要保佑，要。因为呢，高雄这个昨天中午他们开设了这个防灾中心，但是晚上陈菊跑去欢唱，为什么？祝一个媒体大佬的生日，看一下。
市长陈菊难得一展歌喉，就算旁边合唱的还是知名台语歌手詹雅文，表现不逊色。陈菊心情似乎很不错，但是什么场合让他放超开？我们两位副市长，我们新闻局副局长，我们的警察局陈局长，哇，我们市民朋友们来，有些我还没有看到啊，祝福他健康、欢喜、假发髻，生日快乐。哎呦，原来是民进党派系大佬的生日宴了。据了解，9月13号当晚席开近20桌，规模不小。只是等等，高雄市不是当天中午灾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了吗？那所有市府团队都来祝寿灾变中心，还有谁？就是我觉得那个生日宴哦，比较让人家忧心的是说，在台湾这种政治生态是很不健康的，我认为对民进党是很负面的啦。当然是民进党的家务事，就是说一个这么大的媒体，长期利用媒体的力量介入，不只是台湾的政治，它是介入民进党的家务事，然后在里面就是说扶植某些人，打击某些人，在民进党内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，我觉得甚至于对民进党来讲，恐怕都不是一件好事。可是他有这么大的媒体。又是一个新，而且现在就更明目张胆的变成新兴派系的派头了。你看这些所有的民意代表，哪一个敢不去啊？市长，陈局市长，陈局市长，请你看我靠脸嘛，敢好？啊！我所记的对一点，我袂甲你讲的，应该无一点甲你侮辱吧？一百分念就应甲你夸大其词的无？你唔知莫兰蒂风台入来，姜台入来呢？一级开设已经开设啊！啊，你还阁会当去庆祝人生日？啊，99年，范阿比做水灾，伊在睏，两冬外前，高雄大气爆，你在掠人。起步的灾区，拄啊离你市长公馆走路，毋免3分钟就到。你有惊到无？你咧掠人嘛？啊！你真正前科累累。莫兰蒂、洪台、江台。下晡时啊，一级开设发布啊！你带你的局处长去人庆祝人生日，想政治化吧？你把高雄市人民当作啥？高雄人民真正是有够疼惜你啊！你市长，你若半暝安尼睏哦，起来都爱搁偷笑一下。地暴这严重，所有的善款交代啊，未清未楚啊！你讲真考虑，你就像你了。啊，我相信我伫议事厅，从你做市长到怎样来质询的，我敢讲，无一件代志毋是真的。啊、我讲的话绝对有影，乌啊，较歹听，会解你的耳啦吼，啊，直接解你道歉啦哈。联合报啦，讲为2008年，就是讲每一年，仿日本讲今年的汉字，每一年的年底。
讲争取民众投票选出年度代表制哈。2012年，讲忧了，就是讲欧债危机、新珠倒退、啊物价上涨，烦恼就对了。啊，2013年都要发生大统加油的事件。2013年年底代表字就是假。2014年。黑心的食品、食安风暴，弄大整个台湾省。2014年讲叫做黑了，啊，到2015年的时候换，啊，是啊，讲要换，因为国民党执政了，未下百姓的意，所以百姓拢足想要换。换别党执政看卖，啊！2016年，市长啊，叫做苦啦，苦啦，啊！着经济萧条，两岸冻结，所有百姓民不聊生，足艰苦过日子，所以2016年代表是叫做苦。啊！恁这天顶神、天顶神，到底百姓的艰苦，恁知也唔知？啊，是假乌无看，假戆。我伫昨昼日的报纸，搁看一篇新足新鲜的。执政啊！恁咧执政啊！就阁甲伊演一出嘞，又阁再一出，甲百姓给我，百姓的感情给我开，啥物白色恐怖，三年来真相调查，啊恁着执政啊，敢着阁安尼，一定爱甲百姓给我开吗？执政无半步。拼经济连一步都无，啊！拄啊，规日拄啊，甲百姓拄啊，敲拢。啊！你讲话遮尔啊有分量，你嘛去甲恁中央、甲恁天主讲一下，敢得阁武者？经济闷，两岸动，人民苦了。什么南向、新南向，迄装笑的，骗这些老实的百姓。南向伫底啊？要南向，什么高雄市、新南向的总基地，是用嘴讲的呢啦，用嘴画的呢啦。中国大陆保持原状，维持现状，既有的权力带动台湾人民的好生活，这足简单嘞。这正确的方向，恁都唔处理啊？甘愿看百姓好艰苦死，啊，卡咧画山画水。新南向的总基地伫高雄，大家拢知知的啦，迄是口号尔啦。哦，你也看卖，这也免恁答复啦。我嘛知影恁即马甲恁叫恁要答复，恁就讲咱五都咱排名第四的啦，地价税。高雄市起32.52%，哦，够足伟大。咱高雄市毋是第一名，毋是，咱高雄市是6都内面咱排第四的。
去足少。啊，恁要用就是安尼。啊，即下要阁叫恁答复，恁嘛是安尼。啊，着遵照中央的指示。我着想无讲，咱即个陈大市长当时有变遐乖啊？马政府的时代摕几六千亿、两三千亿，你话高雄市建设，恁着干面啊臭头，面啊袂食一落。即摆嘛要叫恁起来答复，恁着是讲这是中央交代的。来，财政局长，我问你来，简单就好吼，45分尔。我15分钟是用半摄去啊。即摆高雄的百姓好生活、歹生活，简单就好。请局长回答。来，多谢柯议员吼。好生活、歹生活就好。啊，都大家拢啊，大家拢分分吃，不是大家都很拼啊。啊，你请坐啊。你财政局长问你看百姓是好生活、歹生活，啊，你唔敢应，作苦的啦，对啦。新北市长是国民党的啦，我嘛就是不应该呢。目前台湾省经济这么艰苦。地价税，这是地方税。我会记我在任的时候，有派李顺正议员啊去参加委员，地价评议员是不？我知伊嘛强烈反对，但是都无效。恁这天顶生都唔知高雄百姓足艰苦呢。一起起32.52%，是对百姓安尼恶的哦。我伫议事厅讲超100遍了，一个有为的政府，唔是安尼，甲百姓搭底仔里恶，招商无半步，税收无。总要为老百姓那倒来硬忍硬哦，安尼爱恁种政府要创，爱恁这政府要创啥啦？在恁几当前，恁民进党啊！你民进党所做的标题，我是人，我反核，来帮我讲。啊，咱高雄新时代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仔日啊，由咱国民党团按招选立委、高鸿源议员、高雄市议会苏嘉议员，大家共同联署啊，咱要反核时。救孩子，啊！伫遮，我嘛要呼吁讲，蔡英文总统，你唔通一错再错，相信啊！啊，人民反弹的声音，你嘛拢有看到。啊，如果一错再错，啊，昨吼，昨咱韩国朴槿惠的下场，我相信蔡英文你也有看到，吼，唔通甲人民作对。啊，我伫遮嘛呼吁讲。啊，咱高雄市啊，无分哪里，啊，咱这民进党这议员啊，拢总听出来，听出来，为着这唔对的政策，啊，咱讲出啊，咱的反对的声音，人民做回来，无分哪里，大家一起缓和时，好不好？好。市长，你的立场是不是伫咱这议事厅啦？吼，简单。啊！甲咱高雄的百姓，互理解，看到底咱高雄市长你的立场到底是安怎？吼、哦！啊，简单，请你简单答复来，是毋是这种有毒的物件？这种真正危害百姓健康的物件，高雄市也真正为着恁的党意，
要抱抱日本啊！啊，一定要强害咱高雄的外关区，我管袂着，因为我是当地议员。啊，市长，你是不是伫遮表示一下你的意见呢？来，请市长回答。多谢议长，多谢柯议员。我想即几天我一再真清楚表达，吼、哦，任何辐射污染的食品啊，对人民的健康有妨害，我拢表示反对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立场真清楚，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，全世界标准拢共款，都、就是任何对人类社会有危害健康。观众反对啊！如果任何人讲任何国家，不管你来自任何国家，任何辐射污染食品，我们都是对人类健康有所危害。我想任何国家都不同意他进口。谢谢。是的啊，政治语言就较少个啦，讲遐政治语言无路用啊。你高雄市有能力通检验吗？啊？高雄市无能力通检验啦，电视媒体咱逐日拢咧看，即马一挂在有毒的管区的物件啊，拢即马是高雄市，全台湾省拢有啊。有影？你身为咱高雄市的大家长，人民百姓的健康，你必须要甲中央讲 no， 我坚决反对。高雄市的百姓才拥护你，才疼痛你，一遍又一遍，拢选择原谅你，支持你。啊，这种的无分哪里，这内容电视媒体，逐日都在做，逐日都在做，伫这艺术厅也免阁讲。啊，陈局市长，较勇敢的，较勇敢的，甲恁蔡英文讲，高雄市反对。80%，全国的百姓80%拢反对。啊，伊是高雄，绝对要按民意唱反调。啊，我就是要入来，无恁要安怎？唔通低估人民的力量啦，唔通想讲恁即摆完全执政啊啦。要安怎拢不要紧啦，你身为高雄市的大家长，大这艺术厅，唔免对我讲政治话。我讲的高雄市无能力通检验啦。连100分、连1分的力量都无使了。啊！你市里高雄市的市长，你就大声喊出来，讲蔡总统，高雄市反对，极力反对，下任了两年后，反正高雄的百姓阁会感觉讲，哎，阮这个陈市长。有那是一个疼百姓的市长，连这种含民意违反遐尔严重的议题，你都唔敢讲出来啊！高雄市的存款45.6亿，
讲即摆市政府开到剩6亿够了吼，啊，讲还佫有41个党乡的灾民代位球场，至今还没有领到。啊，上离谱的，上离谱的，啊，善款内面1亿3000万的律师费。善款1亿3000万的律师费，提予这些律师，拜托这些律师去跟这些百姓沟通，讲代位球场，打律师费提1亿3000万，啊是咧开啥？啊？啊最近。气爆灾民请求国赔，15万内面，市政府已经连续7案拢败诉。啊，法院的判决就是讲，认为气爆的原因是排水箱涵施工便宜行事，就是讲按市政府公共设置鲜有欠缺。看咱市政府应该要负赔偿的责任。啊，我看呢，我记了3案，讲一个高姓女灾民，原本代位球场36000元，提出国赔的结果，获判赔168000元。他有差一些啊，这都要5倍的钱。代位球场36000，啊，国赔甲判伊讲要赔16万8000块。第二个案呢，陈姓女灾民原本代位球场获定26778块，国赔。国赔好赔，判定讲要赔215975块，即安尼几倍？即将近九倍，差不多九倍的钱。啊，甲百姓为山为水，请这律师去沟通，讲着爱啊，代位球场。佮第三案呢，佮较离谱。吴姓灾民代位球场，市府原本核准给付急诊挂号费570块，啊，国赔赔偌济？国赔赔10万，相差187倍。啊！啊，咱高雄市政府有对不起这气爆的灾民无？这就是咱的市政府吗？画山画水，律师费开1亿3000万，啊，真正开钱不手软，啊，对灾民就这种态度。这简单三个哦，这我连半滴钱都枉亏都无。你对你的百姓是安尼吗？啊？对这起步的灾民是安尼吗？后差187倍，后差将近10倍，后差5倍。啊、我讲，我伫议事厅，即阵呢，我敢甲你保证讲100%，连甲你连一趴甲你，甲你加油添面数都无。这就是咱伟大的，啊，
单局市长主政的。休息。